どうもこんにちは、志保一世です。你们知道我是几岁吗？29岁，快30岁。明年我变成30岁，所以年纪蛮大的，算是おじさん。身体的部分越来越老。最近非常容易会累，年轻的时候的身体是很好，如果今天很累的话，也明天会有活力。但是最近，如果今天很累的话，明天也累，后天的话更累，这样越来越累。所以年纪变大的关系，应该大家也有这样的问题。嗨，所以今天我想推荐一个东西。就是我不知道中文名字，你们有试过吗？就是身体变老的状态的话，可以感觉得到它的效果非常非常大。应该你们也有一样的问题，这里非常容易的有点肿的感觉。眼睛也，你们每天看手机电脑的画面，眼睛也非常容易累，就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方法。眼睛那个这里非常累的时候，用这个压这里，1 2 3 4 5，这样而已。虽然作用无力，但是那个变化很大。刚刚我这里有点重的感觉，但是现在很轻的，身体很轻的感觉，是真的。那个音变的话，不能介绍那个感觉的部分，是只好你们自己试试看。嗨，应该在3C 店里面的话，有可以试的地方吧。很累，很重，那个眼睛也很累。如果你们有这样的问题的话，试试看，买看看这种东西，会非常有效果。また会いましょう。再见。谢谢收看我的 YouTube。如果你对这幅一整有兴趣的话，请订阅一下我的 YouTube。然后还有我的 FB 的专页，请按赞一下。